对高难度竞技演出为活动揭开序幕，台湾在地美容保养品牌伊思必提在高雄展览馆举办年度盛典大会，现场近3000位会员同欢。许多表现优秀的会员盛装打扮亮相，宛如一场华丽舞会。身为台湾在地品牌，伊思必提更特别捐赠两辆高顶富康巴士给高雄市政府，由副市长代表接受，以行动实践企业对社会关怀的公益计划。那高雄市我们一定会希望把这样子行的无障碍跟能够协助所有人能够用最便捷的方式达到他最想到的目的地这件事情做更多的资源的调整。我们现在目前针对高雄市政府已经是捐赠到第四辆的一个高顶富康巴士，投入这个高顶富康巴士设定为100台，这过程当中也会投入其他的物资或者是民生用品等等的，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都很愿意的注入这一份心力。美容保养品牌伊思必提凭着丰富的销售经验与专业技术，立足美妆产业，快速扩及全台各地和海外市场，企业希望把这些成果转换成善的动力。我们公司每年在第四季的时候 Q4 的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到全台湾的一个社会局、交通局寻求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统筹之后在隔年度我们会再去逐一进行兑现，带动我们就是我们公司的会员也好，或是社会大众的人士也好，大家一起来关注公益这件事情。伊思必提希望把无限善的循环的精神实际投注到公益行动上，希望用经营成果去回馈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美好。民选校的陈布希高雄报道。